台湾嘛，叫北大干馍啊，日本慢叫千孔慢。三加一吃。
那我们这里先用木匙先切成四等份，第一次先吃原味的部分，第二次再搭配葱花、芥末、温泉蛋，最后是高汤。现在为您示范。所以我们先吃原味，待会再搭配我们的葱花撒上去，还有芥末的部分，那这里可以吃出我们芥末的清香感，稍微搅拌一下，最后再淋上我们温泉蛋的部分，再把它淋上去。这里再把温泉蛋稍微冲破，让我们蛋液流出来。那可以分开吃，先从蛋白吃，再出蛋黄，再稍微搅拌一下。是高汤的部分，高汤的话可以再淋上我们的饭，就可以变成茶泡饭。好的，分量，这样就会扣断，断的它会漏死的，才不会损失掉。满里再吃才会集中。